金兀术率兵入侵中原，北宋总镇陆登困守陆安州，金兵军士哈密赤混入城内，企图与兀术里应外合。陆登识破奸计，割掉哈密赤鼻子，将其逐出城外。兀术大怒，攻破城池，陆登自刎却立尸不倒。兀术敬其为人，誓言不伤百姓，陆登则应声倒地。该剧为清末武生名家黄岳山创演的剧目，他以善用特技刻画人物而蜚声巨谈，如这出戏中的甩软口、耍软枪杆、行跪搓步、走硬僵尸等。王金禄虽为洋派传人，却能兼收住家之长，他演此戏既突出了黄派的艺术特色，又发挥了洋派武戏文唱的悠长。为更好地塑造人物和精益求精，他对剧本和表演进行了认真的加工和修改。太子昌平王扫送大
元帅，万言总比皇后不知。奉了老王之命，带领千国人马夺取宋室天下，可封你在人马可期聚义才备兵法中选好。Thank you.
有一新犯状元，必从这陆安州经过。这陆安州并非相瓜，我也曾与韩世忠修史求援，怎奈救兵未到，为此每日操练人马，以防不测。妾身非得有咎，与老爷略加劳顿。有劳夫人。下去问来何人传点？何人传点？禀报军情。禀报军情。传。禀报禀见。启禀元帅，金榜挂四太子无知为帅，大兵直奔陆安州而来。战下，哎呀，夫人呐、啊，新兵果然新兵前来，这陆安州并未相挂，这。有了，我不便再与韩元帅休师求援，容我伺候。两难关头的快军，遵命。中军首长，中军首长。
逆朝，权臣当道，奸夺忠少。昨日归顺顾家，得了宋氏天下，与你平分疆土，你要再思啊，再想啊！安禄登双雪路，当报王恩，你休得胡言，看你想。罗元帅，好意相劝，执意不听，恕诸家。
奉韩元帅将令，乔装改扮，去往卢安州下市，就此前往。壮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名叫赵德胜。哦，赵德胜，我来问你，你是旧寨帅府还是新晋帅府？我是旧寨帅府。既然旧寨帅府，可知你家韩元帅是什么出身？我家韩元帅乃是行伍出身。哦，行伍出身。因何做了两郎官总政呢？只因当年大战过岳时屡建奇功，故而才做两郎总政。哦，你家夫人呢？梁氏红玉。什么出身？这小人不好言讲。但讲何妨？乃是平康之身。哦，所生几位公子？两位公子。大公子名唤韩尚德，二公子韩延之。是，哎呀，学主，内情一致，我自有道理。啊，赵德胜，将衣服脱下，借我一用。哦，是。看见。啊，我不免扮作赵德胜模样，混进陆安州探听虚实，便了真的事。不敢与何事，焉能破宋兵？
王代驾亲率兵卒上城楼，相查东西。奉韩元帅所差，你为何何也至此？不周不敢行走，故而何也至此？哦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小人名叫赵德胜。赵德胜，我来问你，你是心心松阴还是久在韩元帅掌下？小人是久在韩元帅掌下。哦，久在韩元帅掌下。真是，既然是久在韩元帅掌下，何必你家元帅什么出身？我家韩元帅乃是汉武出身。有何功劳得胜两郎关的宋镇呢？只因当年大战郭有时，
略见其功，故而失了梁郎官封镇。陛下元帅有几位公子？两位公子。大公子叫什么？韩尚德。二公子韩胤之。陛下夫人呢？梁氏红玉。什么出身？这为何不讲？不敢言讲，只管讲来。乃是贫康出身。这就是了。诗信在哪里？诗信在此。呈上来。韩元帅有诗信到来，待我此事一观。拜上陆宗正，休兵以前，朕天臣。赵德胜元帅，你今天来带领多少人马？未带人马，就是小人一人。哦，未带人马，就是你一人？就是我一人。想拿金兵，想这龙安州团团回去，你一人怎能穿过金银来到我城下？是小人扮作客商模样，花言巧语，我蒙混过来了。哦，你蒙混过来了？蒙混过来了。哦，蒙混过来了。真是他一人。他一人独闯四域，就在韩元帅帐下，何知你家元帅何年何月何日的生辰？讲。元帅，如此小人想来，哎
家才准。他怎么问到这上边来了？他又糊里糊涂地说上一天也就是了。啊，元帅，我家韩元帅的神人们是真的迟疑。叫他速速爬兵，日若不然，本帅这里整顿军马，定要杀二国片甲不回来，将他逼死乡下，轰了出去。反帮奸细焉能瞒过本帅？众将官。新手城去雁门，Thank you.
分。
Thank you.
尽忠一死，朕乃大大的忠臣，两相送来。啊，你是何人？鲁夫人呀。怀抱何人之子？鲁元帅之子，名叫鲁文龙。鲁文龙，鲁老先生故乡已死，待会报国抚养，接续你鲁家的香烟，亲上受孤一拜。你是不老？哦哦哦，是了。粮食他怕孤，伤害他国不信，来传孤将令，伤害不信者斩。鲁老先生，请上受孤一拜。两狼啊。